一半还没到吧？一半还没到，哇塞！现在只看到一个理工学院，对，我们还有原住民学院，后面环境学院，哦、然后后面有人文学院，人文学院就都管我跟你们说，我看你们那个体育课啊，有攀岩，有潜水，还有风帆、独木舟。有够夸张啊！你怎么会对这个科系有兴趣呢？把自己进步抬高啊！又是我迪特啊！欢迎回到我们今集的大学系列。嗱，见唔见到后面？已经开估咗是咩大学了，喂，俾翻少少神秘感好唔好啊？制作组，系嘛？制作组，就是我哋身后呢一间国立东华大学。咁呢个大学咧，上次已经有好多人在下面留言啦，话可唔可以拍下呢一间大学啊？跟住我上网 check， 哇！呢间大学都唔简单啊，吓，又靓啊，系偶像剧拍摄场地，唔知道你知唔知边一间啦？咁今集咧，哇！我真系觉得感恩啦、啊，我哋亦都揾一个咧东华嘅学生嚟带我哋嚟介绍呢间大学嘅，有请容生。耶、yeah! yeah, ！Hello， 大家好。哎呀，识讲啊，识讲广东话，但系咧佢唔系香港人嚟嘅。是大马的朋友，哎，我是马来西亚人。刚刚我要开始用那个我的大马腔跟你讲话了，我有点忘记大马腔了，怎么办？你怎么会忘记大马腔的？我老啊，你是在东华这边，然后念你的大学还有研究所，对不对？对。那你念的是什么科系呢？我念的是生科系，生命科学系。哇，咁今次咧就麻烦你啦，带我哋嚟睇下咧。动画大学，耶、yeah, ！欢迎 ，Go Go Go Go！ 前面左转，然后前面有一个可以右转的地方，这里吗？这里左转。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哋入去动画啦！我哋系喺后门入。我哋系揸车入嚟。右转，右转。哦，哇！呢度咧系动画嘅，是你哋球场啊，系嘛？然后这边是你们的司令台。太酷了吧！司令台里面是有攀岩场的，各位。所以这边就是你们的举办运动会的地方，对不对？对。然后就会站上去讲话啊什么的。对，那平时我们学校有开一门叫做攀岩课。你们有攀岩课、哦？我们有攀岩课。是体育课吗？对。我跟你们说，我看你们那个体育课啊，有攀岩，有潜水，有，还有风帆、独木舟。有够夸张啊！我的那个体育课只有打篮球、打羽毛球、打排球之类的，对，所有球类。你们是真的是会带你们去玩那个划船、风帆？会，甚至可能已经如果运气好一些，可能还可以出外面。出海啊？怎么会这么幸福？你们的体育课很厉害耶！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整个球场啊都是。那个树林啊，还围住噶，你见唔见到？系啊，全部都系好高嘅树围住咁样。哇！而家咧，我哋嚟到佢哋呢个咧系棒球场。Oh my god！ 哇，呢边又有一个，呢边又有一个啊！而家大家喺度练习紧啦。大家，我哋而家咧系要揸紧车去佢嗰啲即系其他球类嗰啲，譬如网球场啊。然之后，你前面而家系 PA 场。见唔见到啊？网球场啊，呢度。我呢度咧真系冇学生咧系知点行。系，好大。大家都知点行噶咯，啲学生真系。对。然后有分室内跟室外。这个是室外。成栋嘅人哋又系，好厉害。然后这是我们机车最多可以骑到来这个地方而已。嗯、我哋而家要去佢哋教学区啦。然之后姚军。其实你哋呢间大学最出名的是乜嘢系嘅？我呢个我就其实唔系好清楚，但我觉得应该系原住民学系。哇！这里会有原住民学系？有，我们等下可以去看看吗？可以啊，再往下那一边。这个太厉害了吧！是整个系是学原住民的？它有一个系是，应该是算是应该可以这样讲，不是一个课程，不是一个课程的，也是整个系。那这一边就是那个理工的，理工二馆，然后理工一馆 ，OK， 然后在后面前面那边就是理工三馆，理工三馆就是我的科系，是啊，对，然后那一馆是唯一一馆，就不是唯一啦，就是少数一整个馆只有一个系，
一整个馆只有一个戏哦，少数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你们的二馆，对，我觉得好靓咩？这个成个 feel 咧，我觉得哇，佢几靓！你睇下佢嗰间，嗱，大家有望啊呢边啊，几靓喎！其实嗰啲学校嗰啲馆，不得了啊！跟住佢话呢区咧，其实喺花莲即系东华系啲鸽子系多到你随时可以中炸弹。呢度呢区呢区特别你呢区，诶，特别我呢区。嗱，佢系咁喺我上面飞下飞下，我真系好鬼惊。系啊，走啦，快走，快走。哇哇，这都是他们咧，这是他们的住的地方吗？你看，这些芝麻都是他们咧。对。好，我们现在呢去到呢就是永生的他的科系。哇，这是在你们系馆里面嘞。这不是那个华山那个楼梯吗？大家坐在那边看表演的那个楼梯啊。啊，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戏是念什么样的内容啊？就是，有点像是研究细胞之类的东西，一些机制类的东西。哦、对。哇，你怎么会对这个科系有兴趣呢？怎么发现？把这信封抬抬刀。啊？把这信封抬抬刀。啊，这信封。没有错。所以会跟那些真的是有相关吗？感觉应该没有。把整信封不是研究那个人怎么死的？啊、对，法医。可是法医背后的那一些，就是你怎么知道我说这个人的 DNA 跟这个人 DNA 是 match？ 就你可能一些比对上的一些技术那一些，就是比较背后性的技术。哇，那我们要来问问看，所以永生你是想要当法医吗之类的？我以前有想过，就是看法整信封的时候。现在改变了哈，现在只要有工作就好。等现在想一下，想一下，哎，不要讲啊，这种事情小心思不要再讲了。我哋而家咧系咪去你嘅你话实验室系嘛？系去你实验室。哇，真系做下实验啊！我要试下做呢个法证先锋啊！我要做法证先锋。哇，这个熟悉啊！系啊，大家如果咧唔知呢个系咩嚟嘅话，请睇海大。这个就是他们的实验室啊，喺度咁嘅做实验咯。呢个唔系，完全系我嘅实验室。咁佢哋而家喺度做紧嘅系咩实验啊？佢哋而家系要你蛋白质，你知唔知？蛋白质我知。蛋白质你知？蛋白质有分大小嘛？系唔系？梗系啦。OK， 所以佢就要分类。分类。分类就是以蛋白质的大小来做，就是分类。嘿。对，所以就是把蛋白质跑进去，然后刚好往下跑。比较大蛋白质就会卡在比较上面，比较小蛋白质会跑得比较快。那分类来是为了要做什么？哇哦！咁呢个咧，你哋即系每个学期其实都要做好多次实验嘅，算系。那你的最后毕业的是要做出一个什么吗？论文要做出一个讲述一个故事。哦，一个实验完的东西。对对对。那你是做什么？我是做病毒。病毒哇。对。哇，真的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那这个系咩地方？这个就系算系病毒实验室。病毒实验室哦，哇。对。就是我之前读的科系。你读的科系啊？对，我的研究室，我之前的研究室。保温箱啊？唔系保温箱，保温箱喺你后面。呢个系保温箱，另一个系抽气柜。抽气柜。对，就系有啲化学佢系有气体嘅，气体啊。有气体，所以如果喺出面整嘅话，就有生命危险。唔系爆炸就生命嘅危险。有生命危险啊？系，所以就要在里面整。啊，你要怎么在里面弄？那就系咁样打开咯。哦，然后就是漏一点点出来。然后你可以开抽风哦，嗯，抽走嗰啲气。系。哇，已经闻到嗰阵味道了，有啲味道了已经。哎，后面有白袍哎。你第一次穿白袍的时候，告诉大家有没有法证先锋的感觉？第一次套上去的时候，感觉就来了。有啲妖艳。好，那我们后面呢，就参观完永生的戏馆之后呢，那我的那个流星花园在哪里啊？前面。哈，在前面啊！前面啫，哇，其实前面好夸张靓哦。对，这是我们所谓的东湖，也是最有名的东湖，而且景色也是最漂亮的。
我好像见到了，有一个角度就是那个道明寺的家，我要去找他。就是这个位置的各位，这里就是呢道明寺他们的豪宅，可是那被有了黄色了、嗯、这个就是他打卡，就是打卡的地方，必打卡的地方。对，因为其实如果是景色好天气好的话，其实水的倒影其实很美。对，那如果我们走到这边来是差不多到你们的快要结束了吗？还是其实还没有，还有很大？应该一般都还没到吧。一般还没到，哇塞，现在只看到一个理工学院。对，我们还有原住民学院，后面环境学院、哦、然后后面有人文学院，就是管化石学院，管理学院。哇哇哇哇哇这么高速，哇妹，哇、哦、所以有时候我这边晚上的时候会有听到一些什么歌声啊，还是有人在唱歌，一些音乐，那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原住民可能在唱歌跳舞之类的、嗯、对，有看到他们的一些比赛，母语歌唱比赛。那现在呢他们咁啱咧，而家喺度即系独立招生紧啦，咁所以咧我就见到咗好多咧，他们会穿他们的那个原住民服，然后过来进去里面考试，就是一个复试。嗯，哇，特别，我都第一次听过。系咯，然之后我哋见到比较多嘅都系原住民嚟读翻，即系嚟考试咯。我哋咁啱遇到嘅都系，我真的觉得这个戏很特别。而且又很想了解更多的感觉，你知道吗？对，有没有原住民可以带我们来参观一下？我们来看看原住民戏，应该是很酷的吧？耶！谢谢永生，今天带我逛了你们的校园，还没逛完，一半。对，你知道我现在跟你在聊天啊，然后我看着我前面的风景，我真的觉得，我们前面都是山呢，你们的风景有够美的，你看一下你们的湖这边，然后看到都是山呢。系啊。其实你当初过嚟读嗰阵时候，你有冇了解过你的校园？其实冇。你系唔知道吗？我系唔知道，我系乜都唔知道。你当初嚟嗰阵时候有冇咁偏僻、咁远、咁大自然咁样？一开始就系觉得哦，学校好大，然之后有迷路，迷路。有迷啊？迷路。有迷路。我刚才以为你说。麦喽是那个美露哎，麦喽。我觉得这边风景是还不错，那唯一几个缺点就是小黑蚊很多，我整个脚都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交通这边其实没有到很方便，嗯，就比较偏乡下，而且吃的东西会比较少，尤其是这边不能叫 Foodpanda 或者是 Uber Eats。很能理解。对，所以这边尤其是到寒暑假。这边都是一个空城。空城，那怎么样？念完喜欢吗？是觉得还不错啦。是你想念的东西？算是，算是、哦，算是我想念的。哦，对，所以现在工作都还是在走这一块的领域上。嗯、在花莲念大学会不会跟在城市，我觉得应该差蛮多的。我觉得这边会比较更慢一点，是不是？这边步调超级慢，只是坏处就是这边算是偏乡下，所以娱乐的地方都比较少。嗯、对，应该说跟城市的大学完全是两个生活、哦、嗯，我觉得大家校园环境也是自己可以去想的一个其中一个考量的地方啦。然后在最重要的还是你念的科系啦，最重要还是要念的开心。像你就是为了发生信封咁样，怎么发译过嚟噶嘛？以前嘅梦想，家以前嘅，而家应该系唔得啦。唔紧要，你而家做紧嘅嘢都系你自己中意噶嘛，是你喜欢的领域。那就是最棒。好，那我们怎么样，也今天要谢谢就是永生为我们介绍的东华大学、yeah. 啊，我们到今天还没有遇到香港的同学，但我们刚刚有遇到一组了澳门的同学，他说也是有香港在这里念的。那如果你是有念东华的像香港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啊，只要我们没找到你而已。
跟其他大学的香港朋友，我的大娃同学，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你的大学是在念什么科系呢？然后愿不愿意跟我介绍呢？好，欢迎来跟我联络，谢谢。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就按赞、订阅跟分享，还记得追踪我的 FB 跟 IG。我们下一集再见，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